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你翱翔九天之职，不该生在我的手里。你五八万将士，还有灭我九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韩爷。姐，你是地下后人，你就应该有当年地下家族的钻研风头。再说我任安乐的聘任是三万水师，而他配子的家主却是。